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哈、哦，我们的这个实验哦。那这边是有贴，这边是没有贴。你看它现在温度都是26度，啊、哦，把它打开电源一下、哦、那你看这边的热源在这里，这是两个红外线的热灯哦，照下来。那这边有地板的温度和车上的温度，啊、哦。那注意看哈、哦，那这边的温度是23.4，不，25.4，啊，25.4，啊，25.4一直没升嘛，啊，25.5，对，25.6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升了4度了，差不多不到10几秒的时间，马上的温度就变化很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后面哦。